我们知道现在农历七月嘛，最近又是呢中元节，是这民间俗称的鬼月。不过最近来看到有几个试胆的地点啊，这个民众大家讨论传说中的鬼地方，其中像是位在三峡大埔路吉普派出所后方的日式的木造建筑，因为附近啊全部都是树木，全天候有人说啊感觉根本都很阴森。而在苗栗后龙镇的南港里旧海线隧道，有三个近百米长的古隧道，也有传说说当时有不少日军在里面殉职。而当然大家很熟悉的是民雄鬼屋了，也是国内的四大鬼屋之一，很多人都想要来这个鬼月啊，这七月时候来练练胆子，但是真的敢入内的人据说现在还是寥寥可数啊。